生旦净丑的意思。生旦净丑是戏曲行当的名称，也作为成语使用。做成语时表示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。在戏曲行当中，生指男性角色，分为老生、小生和武生。旦指女性角色，按年龄分为老旦和小旦，按性格分为青衣和花旦。净俗称花脸，指性格刚烈或粗暴的男性。丑指扮演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，文丑以做工为主，武丑以武打为主。各类角色根据剧中人物的身份、气质与性格的不同，都有固定的脸谱、扮相和服饰，每个角色的舞台动作也都有规范。